圣经会教我们，在练习的时候，不管你动作怎么样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精神。你有没有全力以赴？你有没有用你最大的努力去把动作做出来？喊最大声，尽最大力，然后全力以赴做，这才最重要的。你明明可以喊，可以做十分，就你做五分而已。不好意思，那么用力，你不好意思，你没有触发挥出来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进步嘞？你都还没到你极限啊，怎么进步嘞？喊声，不好意思，上上。你永远不可能啪，吓死，随便吓死。所以他们两个男生，我觉得很棒啊，掌声鼓励。谢谢，好，对，好，谢谢。第二组。